下面出场的是俄罗斯女子单人滑运动员艾琳娜 RADIONOVA。 Let's welcome Elena RADIONOVA from Russia。 欢迎我们的收音机王。在今年的奥迪中国杯世界花滑冰大奖赛女子单人滑当中获得冠军。这是一个现场用眼神变成让全场荒腾的选手，掌声感谢精彩表演。RADIONOVA去年在欧洲花样滑冰锦标赛当中获得亚军，2014年大奖赛总决赛他也是亚军得主。中国观众心目当中的收音机王。Imagine all